失落的老人哭泣的孩子，盘旋无家可归的路，爱的方式，心所谓的苦，才会值得无处保护。看我再次练一阳指，还是剩下气势，被星辰人义不容辞修炼。尽量我的固执，不让拳头重创城市，不让弱者再被吞噬。别害怕躲旁边，挺起胸膛却一对峙。 感觉今天状态怎么样？感觉还行，就是觉得有点闷，毕竟是在。大腿前两天有点拉扯，反正扯个测完就行了，这样。 三哥，看一眼这扇子。哦，再快一点。 我有，你真敢！我存了，他拍着的，我看视频。这个还不睡觉了？啊！八点了。
我问他怎么样，他说没问题，我就开心了。对，快了一点点。然后再调一调。要不然，动作大了之后，你注意一下脚步。啊。这样吧，看看，没事，这个动作背吧，他的背。对，可以，上了。啊。손으로손을뒤쪽으로감대요把劲儿做出来，背吧。然后在前面正前方推侧一点。那个安东啊，后边那就是我们俩往外一点，因为我们挡住后边的。哎，张烨，我们挡住了，我们俩再往外推。等一下，我们调好了。你能跟着我一起转吗 ？Round one. Round two. 调整开的场部上面舞台上另外一个小。五八六七八九。一二三四，你们卡住啊！你们那个，来，我来给你拍一个。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。哎呦，张哥可以啊！啊！他刚刚先去给我两拳呢，他说我三拳，按不夸张的来说。啊，挂了，挂了。音乐提前放起来，然后就音乐练习。音乐提前放起来，然后再暂停。我现在练成了一项绝技，你知道吧？我可以自我介绍你们七个人，你先来试一遍。你有一项技能，你先来试一下呗，就是模仿他们的语气，你能模仿出来吗？马哥，他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时代少年团。我是时代少年团马嘉祺，有没有点感觉？没有啊。我是时代少年团马嘉祺，是这样吗？第一个就是 ，Hello， 我是时代少年团丁晨曦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那上一个就是，大家好，我是时代少年团尚轩，对不对？第二个就是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时代少年团刘耀。张就是，大家好，我是时代少年团张真源。然后张就是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时代少年团严浩翔。基本上还是有一点点那个味道。你是这样的吧？大家好，我是时代少年团贺俊霖。我是，大家好，贺俊霖，时代少年团贺俊霖。肌肉这么厚一层，我的哑铃在家里偷偷，我是冬天的哑铃。啊，我不用管的，就是我先练三千，我先练三千支箭，先把自己的那个整体感觉练出来，然后再做五千个扩胸的这个的 ABL 吧，然后再去一做马丹人，哎，这不没事吧？到时候就是得被撞飞吗？好像不好意思。江哥要练五千个啥？我就不练了，我太菜了。我回去等你们睡着了，我又偷偷去监管，然后偷偷在练习射箭。那这种呢，就是我太菜了，然后一回来，我现在真的没力，我真的没力了，我真的没力了，真的。对着镜头啊，我手真的拉伤了，我手真的拉伤。好了，走了。大家先当个吃鸡鸡，来来来。啊，射箭的话，我们这边我们两个两个六边形箭是在一起，所有素质全部满分。在比什么？那个2850除以五，2850除以五，二八五百七。啊。
这个是到多少来着？真的在说，快不死了，他运动会，我不会在床上跳一次吧？好，来，两只手加下去，可以撤凳子了。保温机那边的保温机停了，好。哎，我自拍了。那怎么办？路线到吗？咱们继大点声，小马，小马，出来一下。特别怕那个马，抓了一下，给我来一下。张哥，你现在应该已经会骑马了吧？慢骑。讲讲安静了。你上次学马学到了什么程度？就正常，慢骑嘛，快坐也可以。我骑那种带架的感觉。来，沙滩有太多的沙滩，我感觉马哥你这个没啥气势呢。好哥，第二个我们是老酒馆，是吧？想住谁在乎手不能扶少年来路，你沙滩赌太多无下明珠，到现在还不会无数。我舔一下他，我舌头会出现。好，我来了。好，你觉得你自己这是一个什么设定的？开刀斩乱麻，刀下无情，对敌人冷漠，对帮助过我的一个一个挨着报，反报恩，报恩反报，非常有侠道。点题了，看一看，而且看，比如你朝阳桥这边。翔哥以前练过舞剑吗？练过。能给我们秀一段吗？我已经秀了好多段了。啊？传送的时候，但是那不是我的剑，在拿水瓶代替的。我跟你说，传送，我传送那把剑不知道被放哪儿去了。
没事，但我家里还有另外的剑，家里有一把三把三把剑，因为剑的话莫名的一种情感，就是小时候看书，包括上古代人古代的君子会避剑，然后但是那什么再长大一点看武侠小说，说拿剑的上剑的上剑的啥的，就这样的就对剑有一种莫名的情感啊，就说有机会的话一定要收藏一点，这样我们体验稍微多一点点垃圾嘛，也自己练倒也叫还好，但是更多是喜欢。上要上课吧，上课也上了，上过课的。你还交作业吧？每天之前。之前练拳，然后练剑一练，练过剑，之前还练枪，因为说是古代的武术，其实是从兵器上面演化过来的，每个拳头代表的兵器。你有看过啥武侠电影之类的吗？我想一下，他们是就是两个小孩，然后在少林寺长大的时候下了山，本来是一起想闯荡江湖那种行侠仗义，结果一个人背叛了本心，去了一个坏人的大本营里面，然后另一个兄弟呢，就是现在还在，就是那很善良很正义，然后一人单挑整个大本营。那两个小孩你喜欢哪一个？你喜欢正义的那个，一人打几只老虎，你还有一个人的武林。敢问侠客来自何方？吐鲁番来的，最近吐鲁番太热了，本来跑到成都去想避避暑的，结果没办法，成都前几天都热过吐鲁番了，只能往北京跑，可北京有30度，哎，我可真是走到哪儿那就温度高了。其实大侠最后要去西伯利亚，我准备去那儿卖冰淇淋，你愿意投资我500万吗？你如果愿意我投资我500万，我就带上你一起，我们过去这个肯定的。香哥，不是，如果中间没有什么特殊情况，说这个人头发就乱了，就只有往家里一样，你看，就上马德西了，来，大家上马德西了，啊，就是这个，这么多页，不是，我就看观察一下大家睡觉的第一反应是什么，到时候我们先集中火力把张哥睡下去，啊，没有，是一对一。真的，一对一啊，对，我要跟马哥一对，我说马哥，我跟他一是跟马哥一对吗？他就是跟我一对的，我要跟他对，就是针锋相对的对，也是那个，就针锋相对跟他。三哥，小心一点啊，三哥，最好别碰上我。试了一下，这个破膝盖，破膝盖，对，好爆的，那他这个时候就。我很实诚的，我抱不动就不抱，真的。那张队上我就上给我跟他换。这样对，然后自己倒下去，别让他睡了，或者是抱住他腰。今天是你看一个神话小林将。这么大吗？哇，这个力气好大。
样的。先开，应该这样，是这样的。不，应该我是路人，这个很轻松拿过去，然后三个很轻松拿过去，然后你看到了，你去拿很重啊，没东西拿。哎。好了，老师们好了，去来吧。那个 Coco 说往上扬，往上扬，天花板上，到草丛下了。草就是。往下扣，男生上面的。那个，因为你一直问呐、啊，那你问的多了，我就确实，那我确实跟你没关系的。打我，打我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我就是这个寒暄的无家可归的鸽子。寒暄在空鸽子，我是寒暄的无家可归的鹿，不是无家可归的鹿。他刚刚说的是无家可归的鸽子。看回放。是他先说的无家可归的鸽子，然后第一遍我就说无家可归的鹿吗？是无家可归的歌词吗？慢歌词，他都说对了。后面你又唱了一句，是个饶人无家可归。然后我这里我才正式进入话题。然后我说了一句，失落人。好，你们俩都对的，坐下吧。好，我们继续。好，继续从风的起。心情怎么样？听，我的心情 ，be like。飞过了所有的云朵，仿佛一切变成了你的轮廓。哎，运动会了！运动会，觉得水下有5000米，哎呀！辛苦了，时间更短，是吗？下一个任务更重，对，原来还出来是这样的，不错。